两个球解决了林哲勋。周家乐也是打第一球，后面的野手帮忙，球拿出来 safe， 哇，又是一个 safe， 又很接近，哇，好，丙总说要挑战，第一时间球没有接得太干净。现在是许哲彦改守二垒，那陈胜平已经上来守游击，这个蛮可惜的哈、哦。如果第一时间拿出来的话，应该就会比较明显。对，不管二垒手是谁，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比较尴尬一点。来看一下，比较明显哦。跑者是先抵达了。对。就是差一个干净的接传，是所以如果是上垒的话，是不是又会记二垒手的失误几率比较高、欸、不一定哦、啊、不一定，因为他并没有掉球，是他只是第一时间没有拿得很干净、哦、有可能就给一支内安打。 OK，好，先看看结果是安全上垒，所以同一师队两次挑战在比赛的后段都失败，林总只能很无奈的笑。